雅安加油，四川加油，四川依然美丽，中国更加美丽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宇春。本次活动已邀请到包括成龙、李连杰、葛优、李冰冰、章子怡、梁家辉、郭富城、文章、黄渤、谭咏麟、斯琴高娃、曾志伟、房祖名、王力宏等近100位大腕参与活动录制宣传推广。如此庞大的明星演员阵容，在国内也是史无前例的。电影电视剧《四川依然美丽》将由中国著名导演、编剧、音乐家等组成的国内顶尖创作团队联合倾情打造，并邀请近100位影视明星加盟本片演出，这将成为中国影视界继2008年5.12地震以后再一次前所未有的爱心集结。这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影视界爱心集结，势必为四川灾后振兴凝聚无穷的力量。作为5.12汶川特大地震后成长起来的公益品牌，四川依然美丽已成为四川省委重要外宣品牌，中国著名公益品牌，在四川对外形象传播中发挥了积极重要作用。